如果运气不好，喝凉水都会塞牙。一个人，你即使再努力，如果没有好运势加持，也无法成功。运程的好坏决定了我们成功的不二法门。现在我们从生肖命理的角度来看看，最近富贵临门、财运一飞冲天的生肖都有哪些啊？生肖虎属虎的人性格直爽，他们对于自己总是很严格，做事情很有计划。他们天资聪慧，又勤劳又勇敢，因为突出的工作表现，为自己迎来了不少印象分，得到领导和大家的认同。未来三天属虎人被领导看中，有望升职加薪，他们赚钱的机遇增多，运势不得了，横财大雨倾盆而下，财源滚滚要发达，届时财星临驾，屡次三番发横财，只要把握好，吃香喝辣一辈子。祈福生肖虎，踢走小人，迎来贵人，赶走霉运，迎接财运，赶走晦气，迎接健康。您来接福，全家福报俱增。生肖兔属兔的人典型的乐观派，他们乐多忧少，生肖兔勇敢坚强，他们就算遇到灾难解决的问题，也要勇往直前。所以属兔人的幸福往往比别人来得早。未来三天生肖兔好运气加持，会收获大好财运，整个家庭幸福喜气洋洋，加上财神上门，福运加倍，财路广进，钞票多的挡不住。如果能接住这次的横财，会富贵终身。祈福生肖兔，踢走小人，迎来贵人，赶走霉运，迎接财运，赶走晦气，迎接健康。您来接福，全家福报俱增。生肖狗，生肖狗老实忠诚，虽然今年本命年迎来太岁的干扰，但是属狗的朋友越挫越勇，工作技能快速提升，在职场和生活中勇于表现自己。未来三天属狗人迎来财神天福赐贵的机会，他们运势上上签，正财横财齐旺，有望财源广进，衣食无忧。祈福生肖狗，踢走小人，迎来贵人，赶走霉运，迎接财运，赶走晦气，迎接健康。您来接福，全家福报俱增。